要开始啊 ！Hello， 我是菲菲，今天咱们来看看最近很火爆的吹散粉面霜到底有多丝滑呢？一起看看。我都没有看到它有变，这就是魔法吧？真的好丝滑，好美啊！这高光，冰冰冰的，哇哦哇哦，美人鱼！太好看了吧！国外这个面妆真的是牛啊！我真的是没有看到它有任何一点卡点，完全就是无缝。我们继续看，好美，无缝连接，真的，真的是完全就像它一吹就变了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感觉一吹就变了？哇哦，真美！这是在水里的感觉吗？但是呢，下期我们来看看中国版的吹散粉面妆吧，是不是一样很惊艳呢？我们下视频再见吧。